讲那个152啊，分别截取长宽。那这一题基本上哈，我们除了可以用 find 函数，不过这个 find 函数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点，就是说之前只有找那个前括弧就可以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它有第二个前括弧，变成你要怎么跳过第一个之后找第二个找第三个哈？那但是其实这也挺麻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哈，还有第二个，就是它这个前括弧哈。不是半形的前括弧，而是全形的。所以你在输入的时候啊，切特别重要，你要变成全形的，否则会找不到。好、哦，全形的，全形应该知道吧？就是几个方法了哈、哦。你可以，如果你用新注音的话，你就直接什么点这边一下就全形，点一下就半形。另外还有一个方法了哈、哦，快速键是什么？Shift 加上空白键，Shift 加空白键有没有全形？Shift 加空白键半形。好，Shift 按住再按空白键，可以切换全形、半形。好，应该这个应该都知道吧？哈，这个算常用的了哈，全形、半形了哈。因为如果你全形、半形不对，它也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哈，你不要说直接觉得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长的话，你可以什么插入那个什么 find 函数。比如说我这边的话呢，可以用文字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find 函一样哈，用 find 函数啊。但是这个地方的话。找什么呢？找前括弧，哦，前括弧的位置。所以，请你先切到什么呢？全形，然后 Ctrl 加9，这个是全形的前括弧啊。这个括弧特别重要，如果你打错了，它一样找不到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位适应在哪边呢？在这个 Start Number 这个从头找。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我可以找到，没有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哈、哦，我。再来就第二个假设啦，我们就找前括弧，再找后括弧，然后中间密的就可以了。所以基本上你找一个之后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把这个公式先剪下来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插入函数，再去用什么呢？用密的，因为这题还好，不用 if else，因为一定会有前括弧，所以不用做那个 if。那 test 去找这边 start number，把刚刚的贴上，加一就可以了。加一，哦，OK，不过它现在是全形的，所以记得要把它再改回来。Shift 加上空白，好、哦，然后加一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再找什么呢？一样嘛，后括弧，所以你把这个改成后括弧，而且是要全形，所以又要在 Shift 加上空白，后括弧再补一下，后括弧的位置，哦，再把它切回来，Shift 加上空白，加上。什么呢？前括弧的，不，跟你讲，应该是减，哦，减掉前括弧的位置，再减一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，它帮我切出来了，125向下填满。可是宽会比较麻烦，这里应该比较麻烦就宽，好，那可是宽一样嘛，那我们还是按照那个步骤。第一个我要找什么呢？第二个括弧。那第二个括弧怎么做哈？其实你可以拿那个呢，刚刚的那个。第一阶段，这个就是 find 这边哈，可以拿这个来用哈，就是 find 前括弧这个复制一下，这个蛮好用。然后先等于先 find 嘛，这个是第一阶段哈。我们在 B2 里面找前括弧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记得哈，贴上之后呢，再选择前面插入函数来做修改。那修改怎么改？请你在那个 start number 这边有没有？因为这个第三个参数本来原来我们是空白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头找，可是问题你现在不能从头找啊，因为从头找又找到第一个，那又是125，可是我不是一，应该是第二个括号是135，所以这怎么办呢？Start number 贴上，把它怎么样？加一就好了。这个 start 的意思是说哈，从哪一个字开始找？那我应该什么？从找到这个位置的后一个字开始找，不然的话永远都是找到第一个哦。应该可以看得懂那个意思啦。所以意思本来我那个前括弧第一个是在第二个字加一，意思从第三个字开始找，你不能从第二个字又找到第二个字，又找到了哈、哦。OK，所以呢，他找到什么？九嘛，哎，第九个字，确定，哦，OK，那一样嘛。你接下来怎么做呢？这个就前括弧的位置了，所以第二次又更麻烦。公式又更冗长，把这个公式呢剪下来，插入一个函数，再怎么样啊？再 mid 之后的话呢，去哪边找？在这里面找，
找什么东西呢？找乾瓜湖的位置，再怎么样加一嘛，哈，所以后面再补一个加一，从第十个字开始，好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再一样嘛，后刮胡，所以贴上之后，把这边都改成后刮胡，啊，然后，shift 加上空白键，把这边改成后刮胡，啊，然后这边再把它改成后刮胡，后刮胡，啊，那再来哈，就是再怎么样，把它剪掉，剪掉那个前刮胡，所以再切回到半形，然后再贴，再剪一。OK，好，按确定，这个时候135就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就又切到了，不过公式已经这么长了，那再来一样了哈、哦。所以再来，如果说你要再去抓第三个的话，那你会变成怎么样？你会变成再往后了。所以如果还好这边只有三个，如果有四个、五个的话，那你可能头痛了。哦，当然函数我前面讲过了，它可以办到，可是它并不是最好的方法。尤其是比较复杂的事情，像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用那个 VBA，可能相较起来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点。但是除了用 VBA 之外，哈，其实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来拖拉过来。我们可以哈，再利用什么呢？利用那个聚集。也许这边哈，我们先跳到第二个，因为第一个方法给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哈，就是尽量可以做了哈。第二个方法是用聚集，那你会想说用什么方法来做最简单？其实啊，在 Excel 里面呢，除了说用那个函数之外，哈，其实它有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叫做资料里面的一个叫什么？资料剖析。这个资料剖析哈，我们先第一个先选取 B2 到 B8，第二个按资料剖析，它里面的话有两种选项，一个是符号，哎，不过符号有两个，这可能不行。固定宽度，哎，刚好固定宽度，我们宽度刚好在固定的位置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用固定宽度下一步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我希望把你要的东西先切割。哎，那切割部分的话特别重要，先点一下哈，上面有个尺规，请你点一下尺规。那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哈，请你点在哪里呢？点在那个刮胡的里面，好。那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啊，因为这个很难点，有可能是点到前面去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个箭头你可以拉一下，可以把它拉过来放开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点一下，尽量点准，如果点歪了没关系，它这个可以再移动的。好，下一步，再来特别注意哦，你切割完之后哈、哦，你可以运用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不汇入齿栏，因为我这个不要嘛哈、哦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要，这个要不要？这个不要。这个要，这个不要，所以不要的部分呢，你通通用不汇入齿栏，好、哦，好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再来就目标储存格，预设会在 B2，请你把它改成 C2，它会怎么样呢？按完成，这个时候呢，它会问你说要不要取代原来的内容，其实里面没有了，不过按它还是会跳，按确定，咚，完成了，哦，哎，感觉似乎又会比刚刚来得更快了哈。哦啊，但是前提是因为刚好在我们的那个功能里面会有一个资料剖析啦，所以你除了要会函数之外啊，如果里面有一些已经帮你已经准备好的功能，你还是要会哦。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，那特别注意哦，最后请你再把它怎么样，再改成录制剧集，这个也是剧集，所以你刚刚做的动作，请你再把它录下来。我刚刚再把重点提示一。B2 到 B8 选取啊，特别重要，不是选整个 B 栏啊，选 B2 到 B8。二的话呢，资料剖析，固定宽度，好、哦，下一步，然后选你要的这个宽度，记得点准哦，哈、哦，这个应该因为字太小了哈、哦，啊，如果点歪了没关系，可以移动一下。下一步把不要的部分不汇入，要的留下来就对了，哦，不汇入此栏。然后呢，目标储存格记得改成 C2，那按完成，它就帮你怎么样，把资料给切过来了，这样就会完成哈、哦。那待会一样，我们就是做两个按钮，一个按钮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资料剖析，帮我把它剖过来。那一个按钮是再把旧的资料给删掉，所以两个按钮哦。那请各位呢先试着做做看哈、哦，两个部分，一个是
用函数的方法做，不过函数的方法你会发现了，长、宽，好、哦，应该没问题，高其实也没问题啦。不过只是说你的公式会越长，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，你找要再从你找到的那个位置的后面继续开始找，好、哦，所以泛函数在这里哈、哦，只要就是你有几个，你就一直往后一直往后推就可以了。其实，在高也是可以再做啦。你高的话，就是再把怎么呢？前刮弧的位置，哦，从这个 find 一直到后面这边加一这个，你又再把它复制起来，好，然后再继续怎么样？高的部分呢，一样再插入一个 meet 的函数，好，然后继续怎么样？继续再把那个资料给它，然后这个是前刮弧位置，再把它加一啊。其实规则都一样，好，你只要把这个规则做出来，其实其他部分应该就哦。加一，高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在把后刮弧部分，所以贴上改那个后刮弧。所以里面只要我看到前刮弧的，通通把它改成后刮弧，而且记得要是全形的哈，只要没有做错的话，然后再减掉这个。前刮弧再减掉一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改用那个资料剖析的部分来做，哦，那请各位一样哦，把那个资料剖析的。这个部分稍微练习一下，那再来就是把它录制两个按钮，一个按钮是按下去剖析结果出来，一个按钮是再把资料清除掉，就两个按钮哦。那这个我想请各位试着做做看哈，录制句，我想这应该比较简单的，前面如果你有录。